各位 Facebook 嘅朋友咧，就我哋嘅陀地驅魔人嘅宣傳片啊，或者個 trailer 都得到大家嘅欣賞，咁啊好開心啦。咁如果講翻陀地驅魔人喺個拍攝嘅期間咧，其實都有啲幾大家唔想發生嘅事出現嘅。咁嗰晚其實我哋就喺一個元朗嘅一個郊區，就拍一個大夜班，就講我哋成班工作人員就。